OK， 你来今天要煮什么？蟹黄鱼翅。蟹黄鱼翅啊 ，OK， 来看一下你有什么。哎，我这边有鱼翅，你看我这边的鱼翅，我已经蒸好了哈。你看，看你们买什么鱼翅了哈。我这个鱼翅哦是我朋友给我的，他们是干的，然后拿去泡，泡了后要蒸过的，然后才会。有些你去巴萨买哈，只要这样烧水烫一下就可以了。所以这边是鱼翅啊，然后有蟹肉，然后我这边有姜，小洋葱。鸡蛋我等一下会放蛋清，然后调味料有胡椒粉，然后这个是盐，盐我看等一下要不要放了，因为看咸不咸。这个是蚝油，还有这个是Maggie 的上汤，鲜上鸡汤，然后我会放一点这个，然后这个是等一下浙江醋，那个浙醋跟盐须会放在上面，香菜。还有蟹肉了哈、啊，对对对，这边是风车粉、嗯，然后我这边有煮一个上汤哦，就是上汤你是要先煮了，不然你们要等很久。我这个上汤就是你们家里哈、哦，有什么鸡骨啊、鸡脚啊、猪脚啊、鸡脚啊，都可以放下去煮的。然后我也放一点姜跟葱下去煮这个上汤。嗯，然后我等一下我会用这个上汤来煮。你们看你们家里的鱼翅是什么鱼翅啊？如果是说你们自己买干的来泡的话，然后你们要叫蒸，要泡一天水。干的鱼翅里面要泡水先，泡好了拿去蒸，啊，拿去蒸，蒸了后你们还要过水，然后又再蒸，所以叫蒸的时间会比较长了，至少两个小时，蒸的不够还要再蒸哦。蒸到那个鱼翅哦，你觉得它可以吃了，它会咬得断哦就可以哈。哦太硬也不可以，你看这个鱼翅，你看，你可以看一下我的鱼翅，我已经蒸了哦。等一下我就放下去就好了。对，全部放下去啊？没有，看啊，我如果你们看要吃多少鱼翅啊？今天都没有的，没有人在家里吃，所以就不要煮这样多。来，我把这个鱼翅蒸好了，拿起来。如果你买那种已经弄好的鱼翅啊，就是过烧水。还是不要放鱼翅了，放蟹肉就好了。蟹肉、鱼条，然后放一点油。对，现在是要炒。然后爆香这个姜。姜跟葱要爆香。啊，小洋葱。还要炒一炒。啊，爆香爆它，爆香了，等一下我会放我的上汤。一大概爆这样来就可以煮了。好，哎，大家下午好啊，先煮鱼翅。给那个油香香哦、嗯、Alice Go 下午好 Alice Go 把这个葱跟姜拿出来，对，把姜跟葱拿出来，我的锅，把这个上汤，再把汤放在鱼翅的朋友就不要放鱼翅了，我们就放鱼条鱼条羹，我叫过鱼条羹也真好吃的、这个跟鱼条羹差不多、来，这个蟹肉可以放下去，多少也是你们自己喜欢，如果你不喜欢蟹肉的哦，这样多哦，啊，因为太多蟹肉也不好吃了。大概看你要煮多少就放多少哦。这个是 Maggie 的那个鸡上汤。Maggie 的那个鸡的那个上汤。啊，放下去味道不一样，真的很好吃。你不讲 background very beautiful 吗？啊，没有，我昨天去买那个银柳，很漂亮。我跟博主姐姐分享。可以看一下吗？看一下什么东西？哦，这个蚝油。Jackie， 你要看一下什么东西？下午好啊，谢谢来 share 跟你说。请问蟹肉？这个你们可以自己调了哈、哦，我大概放这边哈、哦。等一下会有三个来宾，我看看。我一千，然后你们要试试看这个味道哦，放胡椒粉。啊，放一下胡椒粉。等一下。然后你们试一下那个咸度，你们在家里自己煮，一定有些人喜欢咸，有些人比较不喜欢不咸的。米粉都可以了啊，本来够浅的。然后就调。这么快、啊？慢慢慢慢的下去。啊，慢慢下。让它有点粘稠哦。不可以整锅下去哦。因为等一下一下子太黏了，所以你们要慢慢。看得到吗？嗯，都
是祝小妹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。新年快乐。多少鱼是自己的？你们可以小锅煮也是。啊，对。要煮到完，不料，你一次看。嗯 ，OK。OK， 来，把这鱼翅放下去。蛋白蛋清哦。如果那个冷牛可不可以再拿来煮？可以了，可以。它会不会水？这样就可以了。有没有东西忘记放？你看是不是很方便？我确认东西忘记放。没有，哇，你们蟹肉喜欢多久就放多了，我这样是 OK 的。盛一碗起来哦，不客气 ，Let's go。那个鱼翅只是用蒸的，来。我蒸的。洗了，泡水了。等一下会放多一些鱼翅在上面，比较美。因为这个我已经蒸熟了哦，就这样放一些在上面给你们看。可以了，很贵的，不要放太多了。OK 的，没有人吃。好了，来，妈咪也没有人吃，等一下哦。OK。看得到了啦，那个鱼翅。我们不是鸟，是鸟翅。然后我会放一些盐须。香菜。放一些香菜在上面来。放一些香菜在上面。会放一些九江醋。放一些那个醋哦。胡椒粉。OK， 胡椒粉应该放了。煮菜可以再放了，你们可以自己喜欢。对了，等一下整个拉，不要放到这样多哦。OK， 一点点。就这样。OK， 就是很容易，很简单，在家里也可以吃一次。对，祝大家过个大肥年。OK， 今天我们的这个蟹肉鱼翅成功，谢谢大家的支持哦，大家过个大肥年啊，新年快乐。OK， 拜拜。新年快乐，拜拜。再见。再见。